雷达里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明天的婚礼。老先生，这个婚礼还得再商量商量。商量啥？我跟苏小姐说两句话吧。苏小姐，我承认，我确实很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才华，欣赏你的勇气，欣赏你的所作所为，你很优秀。但是，欣赏终归是欣赏，咱们这种亲密关系，不一定非得拜堂，拜把子也挺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大哥，我是你小弟。大哥说干什么，小弟就干什么，你看行吗？侬讲啥么子，我听不懂。啊？你对这桩婚事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与我直说。你是苏小姐？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怕久了，腿麻了。宁公子，快起来！小婵，来扶姑爷。姑爷，祖父，宁公子大病初愈，神志尚不清晰，婵儿先带他回房休息。但看他身体已无大恙，明日婚事定可如期。且罢。祖父，拜拜。方才你在议事。